算员打球到现在，其实老球员一直跟我讲过说，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。但是如果你连努力都没有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成功。所以一直告诉我说，你努力是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。所以这句话一直深深的刻印在我自己的心里，就是说，不论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必须要去尽力努力去达成。这样很多球员会想说，哦，我这么努力，为什么上不了场？那我只会告诉这些球员说，努力只是你基本的一个条件。所以你如果你连努力都不愿意做的话，你连你离成功会还有一段距离。这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，但是如果你连努力都没有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成功。